经常想要做饭，它中间是什么东西？今天是怎么一把什么来的东西？其实做饭的人你是什么东西？最先把这些基本最起码的这些上面，别看你做的不行，自己消化，最起码。你这小子，现在来说，这样一个管军事的人呢，你什么方法呢？还有，就是这些。虽然不知道他的工作是怎么辞职的原因，不像他工作是怎么完成工程，结果却发现几个老师暗中调查，并且让人其实的就是工程最新的时候，他就是他。今天我们第三件事，你有什么特别的发现？我也不知道特别的特别的发现。我抠验他们，担心那死者吸进去的血，烧死者吸进去的灰，引导死人吸进去的灰，又给活人吸进去的血。你是说他们临死之前，既不是死人，也不是活人？就是临死。我觉得得把他们叫做活尸。像我这样的活尸。是啊。这么说，一个人要是死了，带到扔进水里或是河里，那个时候他已经不喘气了，你就吸不进东西了。跟活人不一样，他一喘气，一喘气他就挣扎。吸进去的东西会更多，可是这两个人不一样，让他体内有吸进去的东西，可是他的吸进去的量比正常人要少得多。如何一定要形容是什么状态？他们应该就像频率一样，从大体都在正常喘气。那威斯这种人，他是种有口最怪的就是这个口音，一般来说。这种东西自己搞不懂，尤其是像他们，他们腰带在脖子上绕一个圈，一交叉，两手拉在两端，这样就更容易勒死自己。因为人一旦被勒到一定程度，会疼，也会喘不过气来，那手上的力气就会变小，除非一刹那就使出很猛的力气，才能一下子把自己勒死。但是，这缝力不是这样的，从他的颈上和掌心的勒伤。还有头部的碎裂情况来看，他不是一下就把自己勒死的，而是手上一直使得差不多的力气，直到把自己活活给勒死。也就是说，这三个都从身体极端痛苦的状态而不自知。对，就是。他们临死之前都吃过些什么？都是些正常状态的感觉，没什么。我是不相信这世上有神奇的，这几个人的死法我真的从来没见过，也没听过。真的这么神奇啊？十二个，我还没看呢。就算他们真的这么邪，那活的你搞，死的我搞，这死不活的我们都一起搞。我就不信这世上没有什么是咱们搞不了的。我是害怕，这样就像我一样，我跟善良的东西，我还是要看到他们的。你放心，这次我可不会逃的。那我跟你讲。我也
最后就是最好，什么？哪个都是最好。什么情况？这里，这个时候越疯狂，有时候什么情况还会上升？那时候并没什么办法。没睡觉，没有，那没有什么话，原来他真的喜欢我。对，他这个就是，那可能是脑子，对，哎。单子，你赶紧把面子搞好。需要什么，我赶紧让人去采买去了。是，我先忙着忙着，你忘了。强行行动，那看着他们完全冒出来的草率行事，他居然敢去，而且他带着几亿的兵力去，必有他的道理。要相信他们才是。他留下这个西南的所有人，从一座座船前，不往长安回报，即刻执行演示。记得天黑了，天色有点暗，醒来就是什么？那个山上会有什么样的？刚才我回家的时候，都问你这么大了，生气还没很大。哦，多少钱啊？你这个铁是什么？
今天呢，啥意思？你干什么？你什么都没干，只不过把一所里的墓园看了，经常一个柴火。啊？你当真有什么有解决？我解，我狗子用人头发血，这是什么东西？张公子，发现高粱水，思绪倒还有些混乱。听说里面有酒窝，他是忽然的后过去的，我们也不想细聊。不过希望他在我这里冷静冷静。到晚些若是问起这事，我一定知会你的。你们是门二手，任何人都不要靠近。是。哎呀，我看着，这里的人都有，就是。是。是。你去。另外，听说你价格太高了，真的没意思。是。什么什么？不说了吗？但是这个钱不够。我们俩很好的要钱，你想着能过我心坎，肯定很值钱，一百毫升要钱。陈侯爵再行，我们这里能长久不变的，就是要钱来的。这是哪来的神气呀？你们瞎跑的什么？这就是挣钱的命，心烂不够。以前不敌人，被我弄过的全身舒适。那那个箱子轻不轻？算了，他有这个名气，安静王，你看不出来？对呀，那当然是。哎，啊，我想，我这次给你们介绍蛮好的，兄弟，试一下，试一下，绝对不是怀疑你这个宝贝弟弟的法眼啊！哈哈哈哈哈哈！不过，你先让他，我打。你什么时候受伤？你哪时候受伤？再没有方案，怎么没有方案？就没方案，哪来的方案呢？哎，吴尊说你这仨不能把握好，不能有方案。就当是你给谁知道，能不好好弄？哎，你这是扯犊子，还是犯蠢啊？啊啊啊！我说你干啥玩意儿呢？你给我洗碗去！所以我们亲近过，但是你做的很事可能入了圈。方便好，我明结构复杂，是不会说。他看起来没有说，但是不说什么。今年你主要是问题，应该找我生。看我生，我撑着。咱错了北京以后，他更加希望回去给孩子上药。你可知，你可在今天吃过会喝的水？你以为我这么细心？我小心着呢，不就怕他们在任何的东西里下手？要是不记得我名字，吃饭的时候我是假装看到旁边人的，一手断。这钱喝的苦，但是我本身性格也不错，就是旁边人的脸色。不好，就是那边是不是有旁边人的？不是经过我们撞装。就是在我们清晨的鬼子，有人故意向我们引来风险，但显然目的应该是想将我们一起一举解决。若我们今天也来过这里，不仅还会节外生枝，对你们关联一下。团队竟然换了新人，还是安然无恙。哎，对了，他对我一个人上没有任何意义。不用说了，我发病后也没办法。这真是一个坎儿。对是咱辈数。嗯，刚才只能正常的看到，千万不能回什么小人机的图呢，或者公司，突然出现这样的状况。
而且刚工的时候，他们也会觉得累，不会觉得困，今天只让人当场面。要是和平常，只让人手上再给转一下，老哥扯得短的很好啊。我听你这话，不像点夸我，像点安慰我。他确实是主管，现在可以用得起他的人，也不用他的人。一般用药推荐他的方，但是和茄花这种东西，全部都是只是贵，最好不要一次尝了。一般人不算钱，就得马上换掉。不过又是重度对象，换掉过后就跟没事了，点耐心。我曾经在五粮三的中见到有人将茄花跟其他药混合在一起，就成了一种类似老师三的东西。就是说，这两个人之所以在那边，是因为看到了一些幻想。是。如果这两个人看到的幻想越来越不相同，那就能解释为什么会如此紧密的发展关系。这回说话，最近才来，此刻很好奇，很真实的。那就好。这个老人断断续续，说会一直发作，还是会很断的发作，就要看那个人了。如果是服用了这些花籽，那么动脉一种长根也会发生。但是这样的，这比如一定不是下根射进去，那断裂后脚肉里的食物残渣剩下的不多，那么吃完饭应该是有正常，肯定不是在饭后一整肠子断。那就是什么？应该懂。这道意思吧，将军的喝的水都是一个锅里烧出来，要是下根水了，那喝的水都是凉的。怎么会只有你一个人找我？这就是喝水的碗。哎，我们刚才开了开水，不知道到底是为什么，而且我从一盒里面再看看。不行，你们想要以死不喝回去。老板，我觉得总经理可以把他们差不多了，是时候让他撤回来。你担心吗？是，你担心。真的，我都已经疯过一回，在哪疯哪叫，在哪清醒过。我又怕同一开始的坏人出现这个幻想，我也不可能死。他不敢。再说了，王爷，我觉得这事基本上没有。那你要多多小心，我多多小心。
感觉。知道我觉得。废话，我们一直的想法是，我们看不出来，那为什么他们成功到这个千军万马？我绝对是会凝聚的，我老会记住，这都是三个了。那这些信。这些信，这都是我故意放的。你把这个案子放开了，你别啊，我这次我别做啥，他根本就没有能力，风雨穿法师。为什么？我弄死他，我怎么不告诉你？你不用当，我是单日之间的惨死的时候，那不用这样东西。幸亏边疆若没有得到朝廷的诏书。同谋反，如果我不做，本纪全族都会被诛灭。有时，组长，我跟栓总一样，我在那公司的地头上，我才能告诉你，我们已经奔赴几日的时候，都是在休息，而且还麻麻兮兮的，放在我脖子里收着。光有吧，就对你有半点好处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南京，西域城。刚才，王军的话不可信。你不信？那为什么还写了信？告诉我就行。用两半年就会去跟他谈罪。是这样的，其实他并没打算落下的证据，他就是我。每当我们不仔细的时候，就会写信给 GS。他的信里说，因为担心今天到了，所以拿了所有。他现在已经在操场，离他自己在你身后就是。嗯，我们要去干嘛？不是，就是他从南方的地方走到，我原本向他去讲，我担心是否有跟你到南方的消息，或许有关，是否公开什么消息，但他就找到你了，我担心剧情，所以把事情起。两方面都这么近的地，那个背后的人应该不是他。当日要杀许攸归的人，是的。我记得你解完后说，他们都是当过兵的。那对，你们要杀死这个？这些人同样也是大兵。我顺道打探的，我们这里刚进刚强，才有20多的士兵，全力采办。这是看吴先生，这里是刺身府的人数正好对得上，但军需长说起来，他们必然调兵就行。军中地有权力极大的人在操纵起，而且根据那位长方武的现场痕迹判断，除了崂山许攸归的人数，还有他那湖州许攸。哎呀，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张平他们去找许攸归呢？Thank you.
月薪更高的话，简历就这么发财，此去应该是怅然痛然。本专家的病是否也会用到？军需涨幅主要跟这种调兵有关，所以军中部门有权力极大的一个操控权，而且根据那个常常有的现场控制来看，除了南昌水利的情况之外，还有一个在湖州区。你为什么会觉得是我专业上不加职呢？是四点三十，四点五十年，或者人家交水。看上的可能不是他自己，而是看到他作为筹码的价值。我不在意你说不说的样子，好吧？我也喜欢很漂亮，幸好有他心情到位，很加倍。与你广安之乡临江面流，那个掌机无声能清洁，万物必备。能拦住他，就是他面前的高层是否出现？目前时间没有准时，现在有是你二爷，在这里准备。刘二爷，是。侯将军回来之后，有什么人来了？我也是很多学姐的亲人，因为他们辞职，在此后被推荐了。
是不能用。我想知道，哎呀，你看，你们接着说，我帮你接着说，但是你啊，是。你想给我干，但是又不干，怎么这样？只有你想就行，还不干？你不是说你们想怎么搞？我怎么搞？只要是你不知道，我怎么搞？你这是怎么了？你换人了？你说说，又说你们大老爷们，又失败。自私的人生，这是一个生存法则。我刚才听你说，你要相信什么？没有，为了回避学校的，为了看公望自己着酸，我不但是为了自己，身处四级，当时对人最郑重。我想的就是什么情形，这是坚持，这是在人间的事。生活是什么？这么重要，也许幸好我放了。可是你们俩，我也不能在一起。既然你坚持死守，面对现实，很自然，你的手提到这里。进了个贼府，胡将军他是临死前，他听说了什么？孩子，你不知道怎么回事？你看，这个是个欠你的事，大概三十年前，他欠你。相信你，我也非常清楚，真的是佩服大家。因为他的思想是，不是，大哥，胡将军，您自己玩枪王吗？啊，这是西南这个地方的武装，运进枪王，用短期部署，专注一套，通过传授，我听不懂。你是从游戏？不是，我刚才我小兄弟在游戏，我这样做，啊，我来说干，不要搞。是。
手之高，他本来就不上面子，但是他脱下一身就一般人脱下来的不一样。怎么不一样？不管是别人怎么样，还是自己怎么样，只要该脱在后手，你都是会疼的。别人能做什么？那伤口就会出现深浅不一的变化。尤其是自己的事情，再坚强的人也会腰疼，手上的病也会更好用，它会影响的筋骨深筋骨浅。但是侯江湖现在不一样，他的伤口几乎没有持续变化，就好像是不知道疼。对，他脱离自己腹部之后，就是还做着，就好像感觉自己腹中有东西，想要找到把它取出来。你知道吧？一开始我都不敢相信，可是我很吃惊他过，他腹中断头位置乱七八糟，是他自己伸手就去拉扯。谢谢。我家那些是不是有穿了误穿的剧照？有，他身上有好多是剧照的痕迹，尤其是习惯穿宽口的，跑得不错，看上去反反复复的包了好多次，后背的习惯穿衫附近找了两个误穿。内伤是没有的，有人说表面有一酸了，我家有轻微的反应，应该就是到泉州这边一个民间的好方法。你是蔡王的法？你问我们新来的好方法是什么？就是你猜出来的，是猜出来的，现在我也不猜。那你是怎么来的？我就已经看出来了。要是不行，我在勒死的那两个人身上帮忙。那他们有的用什么方法？那您日子也会随礼快乐，看出来是不是？要是勒死的那名死者穿上的甲破了，你明显看不到痕迹。王爷，怎么了？有什么病吗？不，这个病，我知道这个，是下面的。都是为了你好，等事情都结束了，自会放了你。是为了你，为了咱们冷家。我呸！我有气，为了大同出手四团懈怠中，又不是你缺了心思，这个我记得什么？都怪我的小子一。现在的事情，不就是为了保护家？现在是你是为了，但你是你。发现真的见到我了，有些担心。我现在正好要去找，等我回去的展出，我确认就好。路过附近，我女儿听到了我的声音，便过来看。我问他为什么要向朝廷瞒报病情，他就一脚把我打住，然后撇在这里。他说什么？等事情结束了以后再。
加持，而且事后绝不许出面，我不便多言。但既然知道闹得如此，那避免海南人，可容我多问了。冷江村的病情，确实未曾对草上报过。冷江村也许有所特色，前边的上说很久，统一主题便招人投诉，还有一件特别的巡查纪要，有朋友说什么？若能查出冷江村的病情后，我认得村长。他想起当日彭上司巡查纪要，也曾与彭上司单独叙话半日。金钱，更关乎到我冷家的存亡，更关乎到我大唐西南边防的安宁。西南是这个区域，所以同志说对了。我想说说，但是冷家此时有一个主心，我们安抚西南消息，趁机作乱，一定把我的计划写成纪要。三里万全之地，就是北京一路长安城也空然被攻了，甚至至今迟迟未到。我本以为圣上能在军人兵部上说接着去来前攻，就是为了此事，可是他竟又骂一个军中官吏，这就折服了长安。所以当我们还说了，纵横军中发生一次意外，不是小事，难免令我们将军心生疑惑。传说时我前来查案，一半是为了探虚实，一半也是为了满足的安宁。永昌军官希望我能查清楚。他们对我不是十分信任，叫我打算将这些对老师们删掉。我在里面一些情形，如果闹起来，只会出此下策。我要将他关在这营房中，不顾一切门外，以保他安全。或许如此，他一定要但是啊，教主，他把这段上，关上门声送出来的气流是，可是我不爱澄清，你不用被查出。别，你的病不是平白无故来，就是那只小矮虫。你这小矮虫是在哪儿？还是刚怎么做？来来来，把这个下去，联手军中所有出入口，谁有线索，务必通通找出来。是。那么，你确定那些暗访是吴春给你的？是。他们对方可是在想把毛海龙的证据，我出来找。他在军中投毒的证据，军中投毒。红军的死也
是他干的，恐怕此次军中之乱不与他脱不了干系。这个事情好大的胆子，也是被我教导，一定要听得清。金月，你小心点，有此自己的活命，家庭有难自己受难，有此自己的皇权，家乡同胞红尘。小林青，我在意思，在出去后不远处张罗，就算我这事，我母亲葬身火海，他们三人都活将人命。不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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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都很困难。好了，现在上面的队长，又看，这是空袭发起的总局。老将军，这是从顶级中将。突然发狂的罪魁祸首，如今就是用他当的任务。你被害者一些幻想，这些幻想与被害者心中关于自己的痛苦经历，只要清楚，如果了解一些人的经历，就能猜出他们的发时，大家会出现什么样的幻想，设定出自己的方式。你如何做到的？我也会想过，我们是有人可以，所以。我们用了很多法子去确保军中饭食和饮水的安全，我怎么还没有机会通知你？为什么不接话筒呢？笨蛋，是饿成了样。这边外出在换着换着，而且这次有饿伤的民众。我和杨烨已经核查过了，所有出现过发狂症状的将士都是卧槽，而且都用了一样的方子治疗这卧槽。不是金，我说他还有没有什么卧槽？他有，他是没有什么卧槽，但他痛苦治不出方子，最关键的原因是饲养和医术里的火苍狼，苍狼。我已出手，你去医所勘察吧。如今应该就是这点清点药材的时候，在轰锤这个枪王手中，进入了胡心花海。正因为存放枪王手的罐子，与饲养活枪王的罐子紧挨着，部分手段飘进了活枪王的罐子。我的这位伤兵在枪王的过程中，手上无意中染了胡心花海，而不自知。你是玩的顺手战，顺手而死脱。因此，误中了。胡心花掌的朝南巡，中间进出的是内门。我也请宣长查过记录，唯一碰过天王粉的罐子，他又有机会，他里外拿回胡心花粉末，就只有管军需事了。我称。哎呀，你看这。这些艾条应该是一种小女孩，本该是流传中的艾条侠，大家还没有相信。这几个艾条已经不足以用，一整个侠。据大哥说，要是采访你们连十天也是回不来，也就是说，吴青已经不打算继续留下。是要这样赶路赶到的，然而不敢变小。先是和乔装扮成士兵，混在森林的队伍。我这么快？这么多人，本王应该是那里的，他能上天后地。本王是
京都能藏人的地方，应该已经藏得差不多了。那便是武将第三位，命令营中将领叫刘义查一查，京中活人在不在，但能待在死人的地方。刘义是谁呀？你出去就死人了。他又为逃出京中，又没有乔装，更没有将领，大便只有一条腿。你叫什么？今天所说的人是我，你无法接触。你听不懂，没关系的。什么样的感觉？什么样的感觉？你怎么能当时口眼微开，都不疼痛，有挣扎到什么发生？口鼻中有血的，他是被淹死的，不过尸体泡在水中，正好锻炼自己的血量失衡，伤愈不浅，大约死于昨晚。四分到五分，四分到五分，这是国民出事，民众受不了。难道昨晚有一种情况，他把头颅好想去救？这个我肯定是抓了一堆傻子的主意。结果没想到咱们说他做了一夜，于是就剩一具，就在这井里淹死这个剧里面，天光三月初五，对不起，我是有在他们想。就算给淘汰了，也不该给他做。安静老师怀疑，吴春雨就会被杀死。不行，我再说，这些傻子的嘴巴，放心大胆，就让我签名。最近看他睡了，我都没看。把楚姑娘刚才需要的东西取过来。是。谢谢你。老爷，你我就算一切配合楚姑娘。是。你在这里。三次王向拜下，一起上台。接受平时的确实。
谓错和错，但是王毅是为人做人生活，也是情有感觉。接上说，您跟安子郎是师兄啊，多谢。您杨子兵呢，更是前往西南巡查军务，这军务没查出什么，反倒差点死身。而他安子郎朝南三十里，出府从前啊，查的没头没尾，如今是插手指的西南军务，您是多此一归的去，到底是安子郎带坏了您这个好师傅，还是您教坏了安子郎这个好徒弟？这肯定是，可是安子郎又往前南巡，多此一往，对于安子郎对冷山先生不满，他呀，他为他必有解释。他将是一向自知无底，也不会轻易让人插手军务之事。薛小时候，必备三思是如此感兴趣，那倒是把命等于后，你干什么呀？这您道，该带回来的人你没带回来，不该带回来的人你还给弄丢了。安吉王问你，他把自己从前一样，眼下他成了这个样。该不是百名教导所赐啊？这些从前啊，现在是大人了。安庆王动了对立情绪之前，他不知西南只是为了求助，现在只是从人手中，其实只是去求助，找协助使求助。他这是想干嘛？当曹俊王出了节骨眼儿，接上说啊，真是教导了一个了不得的好学生。薛大夫是安俊王的先人，师兄二人在闲谈间说的是公义，韩少主说薛公基本没有责这倒是神奇，再怎么着这李三爷真是四个喜就算他把李三看那也要是从三爷薛公也好，安俊王查不出真相，这是他很疼痛的敌人。他真是偷税过人呐！啊，薛相说，您说是吗？陛下，安子王犯汉之地，擅权当主，去向南下，踏实军务，越学行事，应当押回京中，问罪才是。爹，你以为呢？安俊王绝对只说了几句空话，并没有提及任何。不过还有一点，就是部军根本没有征集实际。安俊王担心此次在大队遭袭，若遇奸佞，难逢机会。安俊王素来思虑周全，行事圆满，不如先下去再报。在安俊王返京之后，如果真的有征集实际，可正取得公子的新的攻略，陛下再去给您夸，也太不值了。不是，你和老夫还有提示。陛下，臣以为锦和老人之言，若真要进出安郡，便要等安子郎返京。陛下，臣也同意锦和老夫。怎么了？您再想想。本官认为，君子只有不称一人，而我方一队乱人几强，不称这么一个人，无端无仇的军中民众，为何要花费如此
咱下不来。你为何要在此时与林峰谈判？广亮就已出锅了，正是今天事情高潮，林峰发现了，林峰下了大怒，但这些事情离他一言而已，不有何意思。安平家怀疑有人在勾结，吴春背后一定有一个团伙，还是周密的事，想来这次应该已经接近初五，所以他才怀疑自己被杀。初五之日，安平安的意思是年初之日，不算太远。不知冷战队是否中了？进入长江，做一桩出色成才的事，出色成才。今天好有热情的事，就是出了些乱，都是事。你不曾听说过？我准备以前刚刚查破一个私政同行的窝点，那次是冷战，我等前脚站的主张，后脚被决定起兵，大火烧了此事。什么？我从没派兵去过。都成为保证机会，我比你机会太大了，到底怎么回事？我刚才看我那个脚，思考周围的感情，无论谁不喜欢，我都是喜欢。这就是其中的感觉。我才刚一说我来了军中，生怕被我主任知道，才匆忙借机逃走。如果我走到不错，必有人接应。冷战队，我见您的军官还躲着一条随时准备兴风作浪的大火，不知能否有兴趣与我一起？说往前走，玉林广亮医生满意，请走。我也喜欢很慢的，幸好有他，心情放慢，感觉加倍。玉林广亮医生您家用油，木板肌肤深层清洁，上衣必备。
都是水的旁边。他是在水里的吗？铁水旁边，他要带水的。身体上的淤伤是很难直接显现出来的。你刚走出来，再过上一两天才能显现出来。不过要是很快的话，就得把尸体放在刚下好的坑里堆上来，他可能会出现淤伤的地方。而且就这么几处置，再铺上这刚加好的防泥土，如果有淤伤，就会显现出来。当然，这道淤伤就可以证明，那是先被人一掌劈晕，再投入土中淹死。因此，只有可能是他。当时我拿了东西才知道一个奇效，王爷没有说对，别的官员敢说对才对，我怎么猜的？这不难猜，然后从一模一样做事的人，正站起来，若不在平地上做些什么的动作，很容易受伤。就无声的说，再不再来一次。我一个目的，当时我们只管他正在沐浴，被我们淋湿掉。我在楚主用出无声尸体的技巧后，我去问了他在外的情况，说他进来之前已经沐浴了整整半天，而且其中未曾换一件普通的衣服。我沐浴，我沐浴过太少，沐浴半个时辰后的水已经脱了。不可能进入蛋白，有个褶皱。哦，我真是这样。所以他现在一直都是掩耳目，随时注意着那个学生杀戮不撤。嗯，学生刚好对了。我没关那个声。Hello， 我没关那个声。坐了一枪车，估计发疯了已经。
好难。
Oh. Yes! Fuck yes! 點醒？反敗為勝。